遥远的时空闪烁，是那神秘的古老传说，经过漫长的岁月蹉跎，依然留在我心中。他们是一群真的英雄，他们的故事惊心动魄，历经了艰险百折千磨，惊涛骇浪都闯过。传说传说在那边关莫测的某个时空，传说传说他们千变万化能各显神通，传说传说任凭时光流转，但正气不灭，给我们留下神的传说。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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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时光流转，但正气不灭，给我们留下神的传说。师和商朝大军没有来，倒来了一个老太婆。南宫将军，看来中计的不是他们，而是我们。先不要轻举妄动，我去报告黄将军，让他小心一点。这就拜托你了，南宫将军。路上小心，别让那老婆子给发现了。好。老婆婆，难道你怀疑这城里有伏兵？不是怀疑，而是肯定。老婆婆冤枉啊，现在除了我的心腹之外，其他的人全都在做梦。不信你跟我进去看一看。你进去我就会永垂不朽，连梦都做不成了。别啰嗦。哎呀、九仙婆，这想知道文老头为什么没来吗？告诉你吧，傻小子，他正等着你们去偷袭呢。啊！不好！他！怎么，你们不管龙将军了吗？不是不管，现在要等黄将军回来，统一行动。哎，也不知道黄将军那边现在怎么样了。停下！老虎常常是得道仙人的坐骑，你和队伍在这稍等，我去看看。月白风清老窖酒，半斤下肚脸儿红。前方可有夜行人？此处三更当断魂。打搅了，请问先生小姐是哪路神仙？你可是黄飞虎将军？在下正是。你这是要去偷袭文太师吗？这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今天晚上带了多少人马？你问我们带多少人马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商军的探子？本人赵公明正在帮你们算一共要给家属发放多少抚恤金呢。放肆！我宰了你这个出言不逊的丧门星。哎，在下久闻先生大名，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初次见面先生要讲这些话呢？现在时辰还早，咱们可以边吃边谈。请这边坐。黄将军，
请问黄将军，你们为何要跟我妹妹云霄作对？公明兄，是令妹非要跟我们作对。我妹妹现在是半身不遂，我岂能与你甘休？半身不遂？黄将军，少跟他啰嗦。小尹，别激动。会不会弄错了？我亲眼看到的还会错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今天特意在这等你，就是要为我妹妹讨个公道。要是你们不想当文太师的俘虏，就留在这里当野鬼吧。先生大概喝多了吧，我们还有事要办，恕不奉陪。黄将军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这么轻松的离开。通知队伍继续前进。是。听说姜子牙部队纪律严明，今天我倒要看看。去。耶！哎，金元宝，给我看看。啊！哎哎，给我看看！哎，这是我的，拿过来！姜子牙的部队也不过如此，喜欢就多送你们一点。元宝，姜子牙，不许扔掉，不许抢！快扔掉，不许抢！飞虎，快投降吧！只有战死的黄飞虎，没有投降的黄飞虎。好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太师，让我杀了他，为我姐姐报仇。黄飞虎，你把我姐姐打成残废，我叫你血债血偿，准备受死吧！哎！哎呀！快走！凌霄，大哥，太师，快按原计划行动吧。不知道你干娘能不能把城里的敌军全都引出来呀？金童儿，知道啦。哎！啊！啊！啊，咱们该回去歇歇了。好嘞，来啦！嘿，哎，老太婆，你给我站住！大宝，回来！周将军，周进将军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周将军跑到哪里去了？老太婆，别走！蠢丫头，你走了，我就能大展身手了。哎啊！哎呦！啊！傻丫头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还不快进去！啊！我老头还真舍不得把你装进陶罐呢。啊，这就是西岐城关呐、啊！还有很多士兵，好，让我来把他们解决掉。嗯，啊！你是哪儿来的妖怪？我叫星魂，是特地来送你们回老家的。来吧，妖怪！好，准备接招！老婆子，你往哪儿逃？快把大宝和龙环放了！我们不走，你们最好也别走。
赶快投降，否则我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你回头看看你的城楼怎么了？啊！我的城楼失火了，弟兄们，我们中计了，赶快撤回城里去。老婆子，改日再跟你较量。现在送你去见阎王最合适了。小的们，亮相！一会儿就烧他个精光，我还要找到姜子牙。妖怪休走！哪吒在此。啊！